专家表演一遍，然后看一看之后就嘴巴就痒，所以就是回来插花一首，希望大家有喜欢听到版画。你听妈妈的话，说我不是个好东西，送给你的花不敢放在你家花瓶里，她要我越走越远越好，不要在一起那最好。我听妈妈的话，要我不能轻易放弃，还喜欢的话，让我再追回你求求你，难道你要我不孝顺吗？